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气来时间咯。讲到一风吹，大家可能唔好吃，唔敢吃，十来年底背啊，有八九位可能会讲富瓜，怎么呢？国本也经常哦，寒食时节啦，讲讲富瓜哦，清富唔好吃，唔敢吃。啊，唔过太热之后，除了富瓜是红了呀，还是富甘吗？天天不用就有一位好朋友，佮专门在种富瓜，唔单讲富瓜哦，佮寒食里的伊个农场，底背种个几道毛孔个瓜诶。怎么个几位种富瓜同木姜的瓜呢？更加还是夹夹有枪去同大家收集一下咯。马上来分享我的女富强的阿明哥。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瓜瓜乐农场的主人吴三妹，来自屏东县女富强的董思纯。哇，欢迎阿明哥哦！阿明哥，头先唔讲到，是来自女富强董思纯。哎、欸，还记得董思纯种几多个木姜的农产品，怎么？董思纯一般来讲的话，伫之前来送一批的家长来讲的话，伊等大部分都是种槟榔果冻。嗯，好啊，做嘛其他伫内部的，包括董思纯也都相隔也都村庄，伊等会种槟榔，因为。同时槟榔来讲的话，做起来讲话，伊等于很多讲是绿金，嗯，啊，一直都更加来做嘛，还会坚持去玩过多年第一种槟榔，嗯，也因为讲，槟榔来讲话，相对其他农产品来讲，伊也算一个轻伤工的一个农作物，嗯，对更加乡下。劳动人口老化的一种趋势来讲的时间，槟榔应该槟榔更加目前各方面来提，对内部用应该还是算唔会完全按家去淘汰的一啲农业，冇错，产品啦。可能如果像挨叶皮的吼，大部分的人都有印象啦，讲可能叶皮哦，算系本槟榔熟态的十年咧，系啊，睇。唔单枪睇女仆啦，睇绿队嘛强用，因为讲对高高龄化嘅农村社会来讲，哦，真是槟榔算系咧高符合一个条件嘅农作物。啊，唔过谈风咧，阿明哥，唔能卢卡系咩寒舍都唔对，寒舍都系耕田嘅呀。其实讲讲起来，我哋系世代务农啊，因为以前咧。农村社会来讲的话，听阿恁爸爸阿公伊人家推来讲的是啥？耕田，哎，人讲耕田有很多落实啦，所以讲落实的话，你变来讲，你可能有一串无一串啊嘞。一般来讲，农家的经济来讲的话，大部分普遍性来讲的话，唔免讲钱多啦。有没有靠田吃饭？没有靠田吃饭，系啊。阿姑说，计下时代人的意思就是讲。啊，耕田如果能够搞唔到来说，嗯，啊，都尽量嘛，啊，嗯，客家人都有的，如果生意呢，啊，叫生意呢读书，嗯，啊，上网读书，啊，还一摆可以学一技之长，如果去那边去打拼，嗯，啊，一方面也系增加屋卡事业，嗯，啊咧，就说，哎，是如屋卡叫我去读书，到左边归来。啊，还会去个路，伫沙发厂，嗯，好、哦，高雄个沙发厂地方，伫个做个工厂是做个施工人，哦，欸、啊，再过来拄个一个因缘机会，一个机会，嗯，啊，都拄好路改换跑道，嗯，路跳去天罗科技公司，哦，过某个久个时间，也是另外一个机会啦，嗯，啊，路本公司。都派整个材料，嗯哼哼，都差不多都长期的主创，嗯，十多年，哦，也都太过一个经验。啊，我归来做，我种苦瓜，从事农业，嗯，也应该去讲讲前半段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生涯过去的，嗯，第一考虑到讲退休后去做嘛该，嗯，好，因为你冇可能讲一退休了，下来时间把个事情都冇做，变得冇冇一个人生的目标嚟给他比嘅，只是讲奋斗的长途多样而已的长途。嗯哼，啊，因为以前晚些时间，
新竹本来旅游一块啦，旅游一块，农业也一块啦。嗯。啊，俺们变做讲，啊，其他部分也有去从事诶。嗯。啊，天子那边部分，啊，也有去碰过诶。嗯。那埋在心里头，农业的这一块呢，啊，还没可以往来退休的时间。嗯。无经济负担的时间。嗯。来怎么样？来补齐人生工作的这一块拼图。不是说有等退休后裔，应该讲退休前，嗯，啊，退休前是哪都已经开始有些规划的，哦，哎呀，退休后裔呢，哪都有开始投入，嗯嗯，哦，农业也一块，嗯，好，啊，至于说嘛，讲讲我种副瓜，嗯，啊，我种副瓜，当然以前的工作经验本来一点训练来一点变得讲做嘛个事情。唔一定会有啲事前的规划，再过去唔即个系咪个如实的去执行这个的部分，嗯，哦，事后唔系咪会有去做一啲监督，也如系一啲，你讲职场生涯底部训练你出来一种直觉一啲反应，嗯，不过当时来准备那下退休的时间，啊，如有先开始去涉猎，嗯，哦，先去涉猎一下带我。要得哦，从事农业的事情啊，也一部分。我现在我种副瓜，种副瓜的部分都会讲，嗯，因为讲，嗯，那一点农业门外汉，嗯，啊，嗯，要能够早一点上手的话，嗯，最佳的方式，嗯，去参考朋友的经验，嘿，这最佳，嘿哼，好。啊，还有读到几年啦，嗯，哦，啊，提啊，农业的知识底本啊，提的啊，读到如果讲，嘿啊，啊太太，啊太太，如果啊大姨子的干儿子，哦，伊读到我提农委会给台中雾峰农事所，嗯，哦，提给他毕业工作，啊。也底部路，也底部路，地公公有滴路段去接受，一门技，因为伊在遐专业呗，一门技，做物个，当然当时还无设定讲哦，种副瓜，有个动动去讨论，哎，去讨论想法，哦，也种给也种下来，嘿，啊，到最后部的时间，阿路同来地公，来目前所拥有的条件，好，拥有的条件，资金，啊，要。有啲啲嘢啲参照，哎，几多同也个有关的提供本来个对外个适合的一个种作的一个部分，嗯，哦，也如提只是底部去提供本来，嗯，啊，田野部分的话，如果讲，因为你种落去的时间，嗯，一天唔提食物上唔会遇到问题嘛，嗯，好，一定会遇到问题嘛。阿姨，大姨子的干儿子，他如果说不可能每天都会在我的田里头同来指导，嗯，啊，有时间路嘟嘟吼，伊来黑的班蛋的罗梅西，嗯，哦，伊种富贵啊，种了两三十年嘞，哦，可以讲起业界地位也算。厉害的一个前辈啦，嗯哼，啊，不说讲，俺们面头讲，农业知识的部分，哈，农业知识的部分都屯去，都俺都靠多同事所给他们来咨询，嗯，啊，实务经验呢，各种按样去改革的部分，嗯，啊，我们说反弹多内部的群众呢，啊，一通电话过去的时间。如果过来现场看，嗯，哎，也是某个部分，吼，哎，某个问题点，啊嘞，啊，也是啦，来开始整理农场开始，嗯，也是来罗梅西罗梅，嗯，同来外省嘞，嗯，伊的艺术同来天数都放起来，啊，无，唔像讲最简单的路地讲。嗯，伫个农田，我翻土的时间，
哦，美美尔鱼的嘛个总干鸡啦，哈、哦，鸡翅啦，鱼翅个的，嗯，啊，以前嗯，你哪边的呀？好、哦，我而我是四个总干鸡，一定要好嘛，一定要有点学习曲线，你要好嘛，嗯，还是一点路传统还是真理哈、哦，嗯，好、哦，也部分。伊人对外捧出青苔啦，嘿，如果唔讲，唔是讲，哎，外行外学业嘅先超过，哦，如果系出只真行咧，哦，还佮存咧后辈去嘅，要咱过来去让去学习，嘿，天天嚟嚟学，嗯，如果多多学业嘅经验咧，空窗期嘅时节，都有几年安尼同上主，如果系亲戚朋友嘛，吼，都会听书。啊，不过，嗯，自家条条有讲啊，退休之后伊咧哦，兴趣也系个梦想，喺自家嚟耕田一下嘛，如果多多学还有，啊，不过。耕田归耕田哦，嗯，生意咧农村因为无相关的事情，啊，你看下你谈到讲，哎、欸，退休而耕田，甚至还要生意跟农村，你看下你有冇个反应无？可能你讲故乡的一个景啊，嗯，第一景吸引来，再加上讲之前家下有提到，第一讲寒舍时节本来就对农业这一块还是有存着那一个想法，哈、啊，存着那个的想法，我讲啊，你。如果我讲退休，退休迄个有无吼？来听我做两部卡，吼、哦。一方面照顾老人家，吼、哦。啊，另一方面，同个农业也一块拼图，嗯，我是不是可以如实的把它拼起来？这个梦想啊，一个梦想，啊，一个也可以讲，亲情的部分啊。啊，如果讲来接下来接听，来同阿爸讲，啊，我过来。退休过了，阿来做农的时间。嗯，阿爸爸就讲，嗯，咁有法度，嗯，嘿，拿笔的吼，嗯，拿脚疼咁拿吼。啊，其实我应该也讲实在话，伊虽然讲伊在表面上伊是安尼讲，但是唔是讲，嗯，阿人在深深地个 TV 讲话，其实伊最主要也系伫个考虑到讲，我的身体是不是？可以负荷，实际上的问题啦，实际上的问题，哦，体力上还没可以去负荷，哎呀，也讲来累倒了，这样子啦，但是注意一点关系。可是工作上呢，其实都还担心归担心啦，还支持你做一件事情。错，哎。哦，观众朋友，原来啊，阿明哥种苦瓜吼，从事一个农业，系佮自家万世的梦想，甚至于讲后背还有亲情的支持哦。更多神奇的故事，哎，休息一下，继续过来同大家分享哦。个种苦瓜，味道安尼啊，还顺利咧农村。啊，不过农村特别种个苦瓜，还有哪条品种呢？继续来请教阿明哥咯。阿明哥，按种苦瓜种到更加严的顺利，都更加一多年咧。爱农村顺利都更加有五年。哦，啊，头下种个苦瓜有一多个品种啊，你种个又会哪一种？哦，其实苦瓜品种真多。嗯，啊，一般来讲的话。就分的两大类啦，一个强苦瓜，嗯，啊，一个白苦瓜，嗯，好，啊，强苦瓜同白苦瓜，其实，消费者有一点这个个别喜好，好，个别喜好，啊，你讲像讲强苦瓜来讲，一般人来讲的话，有人就是加口感，嗯，好，都炒个。像你讲，大部分用炒的较多，啊，白苦瓜来讲的话，可能都，一般讲的都，薄糖，也会有一炒小鱼干个点，那，嘿，应该讲人呢，爱个人的喜好来讲的话，比较喜欢白玉苦瓜啦。哦，如果你根本你带来这个种的亚种的品种，我就比较喜欢是白玉苦瓜。啊，为什么会喜欢它？就，你讲东西。拍的话可以来都不讲，嗯啊，来告诉它有一个美感，嗯啊，有一个美感，
啊，其实种长腹瓜等白腹瓜，伊的种植上来讲的话，也有些许的不同啦。好、哦，啊，白玉苦瓜其中几多可能会较大个，耗的人工，好、哦，你会投注会较多，因为白玉苦瓜唔一天唔要去套袋，你如套袋套有套袋的话，皮绳啊如果较胖，哦，较长，啊如果较讨喜，然后卖相会较好，卖相好话，价值如何高，也全部都跟伢个工作成绩都会有相关，你的卖价。那长裤瓜来讲的话，都以过三个，以过三个啊，因为饮食饱，饮食饱，不说底下底背路边来讲，长裤瓜来讲的话，其实。来也有种瓜，来会种长腹瓜，就最主要来讲，之前来种胖肉腹瓜的时间，因为人力无啦，人力不够，那多最后不以太阳神山的时间呢，有青豆瓜啊，磨薄豆，磨薄豆时间卖相都唔好，卖相唔好话，路边来讲，你会有挫折感。公共安尼个东西，但是卖出去唔卖相唔好。如果多喝杯时间，啊，你变咧讲，啊，你囤，啊，你把它分开来，人力调节的问题，啊，来，你有一般，啊，你去种白玉苦瓜，因为也部分来可以，来你咪讲，来工作可以 cover 得到，啊，另外的长腹瓜部分大。等于打太条的时间，同阿都等扎都错个，因为金子去套袋，如安嘞，所以当时我一种强腹瓜也是一种，也是实验的性质，看如果是压种的管理模式，后面个本来讲两方面个去兼顾到。就像以前的工厂工作的经验经验啦，是用以前的管理的方式，应该先来吃过那些，因为第一排全部是中胖用腹瓜，可能年龄上无法都好 cover 到，无法都照顾好完全，啊最尾下分开了，可以哦，都吃这样来中到更加，啊不过真是有包同无包差几多哈？差几多？系哦，系唔系要虫啦，偏虫开，本地安尼。昆芳人唔讲啊，以前嘛我讲讲胖肉腐瓜，一定都要胖嘛，胖嘛，因为胖肉腐瓜，你讲磨薄的话，佮日头晒多的时间，佮会翻墙，会翻墙。你比如讲，伢腐瓜表面会有像一种低头方有某种安尼绿色翻墙，墙安尼，可能就唔要给它本色啦，唔要给它本色。那虽然讲提 Q 干芒来讲的话，差别不大，但是以手臂扎来讲的话，伊看到伊，拍个东西可以来入枪，可以来入枪，当然可能都会比较抢手，会比较抢手。提来呀，来中胖肉腐瓜呀当中有发生一个趣事，还有一个趣事啊。可是中的时间，因为无经验，土壤对土壤的一种的认识也没够知识，常识也没讲很充分。如种落去也没，田野对农作物的观察，不到位，应该不是讲不到位，是不懂，因为可是种不懂。啊，你面头讲阿富瓜种落去的，愈安尼愈紧，好愈本叶这个胎就系本叶胎，好愈种了等到雨后扎个时间，其中有两三条，奇怪长出来的富瓜有冇哈？佮唔咩真太嗲，佮细细嗲呗，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发现，
其实沾沾自喜啦。嗯嗯。骗人毛，骗人有毛啦吼，哎呀，无同样的东西。无看过啊。无看过嘛，啊叫余英业，我们说来，哎，阿弟讲，阿公，唔来看一下，爱富国吼，有咧无同样诶，哎，我记录来看，啊看了迄个，比如讲，伊讲大哥。来中富瓜两三十年吼，俺唔是看过有安尼富瓜，哎吼，啊讲哎呀是好啊唔好，讲伊讲应该唔要讲爱好的啦，哈哈，我记录起同来问嘛，嗯，好就同来摘摘个个个去本业界专业咩复杂啦，记得，哎，我农民记得一个，全部跟农民就是讲。伊就全部唔是个个有安尼富瓜咧，啊，来里面咯也可能事情大条诶，下不去也都，也都屯翕相，翕相起来，啊屯农田农富瓜园附近咧周边的环境，嗯，吼，结到状况，啊，你屯也到资料，啊，你成本。全部相关的部门，嗯，本期也就去同来看看遐物个问题，啊，伊就利用隔空把脉，哎呀，哦，看相片，今仔日哈专家全部真厉害，唔是以为唔是到现场来看，伊就看相片，看个的，我再问到遐个相关的资料，啊，后尾伊个记录同来讲，也是富瓜的毒素病，哦，富瓜毒素病就变来讲，第二个咧相当于讲系富瓜癌症。哦，很严重哦。嘿，啊，要变那个，你本来是认为是医疗险黑的新奇的一个产品，你认为是新奇的产品，到最后面专家认证出来是一个毒素病，黑的偏，黑的偏，那个落差很大，落差很大。啊，伊啊有搞爱的用诶去做一个处置，嗯，啊，最简单的方式如果绑起，嗯，佮魔法机会切。嘿嘿哦、它会蔓延到整个园区里面、啊、你整个园区你都是你都可能如果全部出片或出汗、嗯、当然不经过这样的事情过一些时间你一定会了解到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嗯啊、后来这个再去仔细的再去观察一下说要多带些土壤的问题还是说是周边环境的一个问题会不会它也如也是这个用心去看啦，啊，我都发觉到讲，因为我喺富瓜园，我喺左边喺墙嘅园，嗯，我喺右边的话喺一堆空地，嗯，啊，空地佢那边有很多杂草，哦，因为可能地主佢喺买地买空以来，一啲嘢养地，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但是就冇啲嘢做管理，嗯，啊，杂草多的话，我该多虫诶。嗯嗯，虫的地方呢，它里头会带有很多菌，嗯，会带有很多菌。菌呢，虽然讲还有做酿色，嗯，好、哦，但是酿色给魔法都100%的隔绝。啊，风力呢，它就借着风力有没有就吹进海盐的地方，嗯，啊，可能都要得有毒素的病，这个毒素病的这个菌，它就在靠近。杂草区的这一带有没有？它就损害个，个损害个部分。哦，哎，啊，如也是一堆粉香啦，嗯，啊，也是一堆爱中富瓜，这家，去有乜个问题的时间，这家去讲，哦，可能有乜个问题，很容易产生的。嗯，真是个人文结果吼，嘿，希望个哦，无相样的品种，结果无相到嘿癌症很严重嘞，真是无中国人真的无相，唔会提供这种事情嘞吼。哇，观众朋友，原来食得富瓜，你看佮拍枪，然后一种都暗讲哦，系无简单的事情嘞。啊，不过啊，除了种富瓜之外，哦，还有更多精彩故事哦。还没结束个，休息一下，马上继续过来同大家分享。We'll be right back.
前面啊有首个阿明哥种出来安详的朋友苦瓜同强苦瓜，啊，不过近半年阿明哥还带来一个我真好奇的东西呢，跳线油咧是雕出来时的，咁迄雕出来也还讲，其实雕出来的苦瓜呢，阿明哥，其实也雕出来迄爱桂花海一团的，可以种作的农产品，也爱做嘛会讲讲。因为我今日带来的雕出来是我先去，即个先去小量试种的。嗯，哦，那阿祖妈也会有讲爱先种雕出来。嗯，头多有滴讲到讲，朋友苦瓜伫一年的产期哈，有一年有两个产期。嗯，啊，伫屏东地区，哦，一般来讲的话，伊差不多伫每一年的六七月的其他时间，高雄屏东一大批的台湾人讲，就会卡秋天，落雨，哦啊高温。不说，提一般来讲，提其他大部分农民来讲话，伊要讲大一种耕作上的一种风险。嗯，不说台湾提其他批的时间，我会选择我种，哦，本地休息等。等雨水过后，伊会有无吼？当咱开始咱做下一期的这种植栽，往年我也是用安尼模式，伫个其他别伫个做我的田间管理啦，吼。啊，总嘛讲，我又讲种雕出来，因为也两年以前我伫六七年的时间，伫磨杂苦瓜的空档。我安排全家国外旅游。也也是来退休下来有冇哈？来最主要一个因素，怎么样把当时因为爱工作哈、工作，然后家庭远离家庭到国外去啊，在这个当中。跟爸爸接触啦，跟生人的相处啦，那个时间相对性都很少。还想讲退休下来的时间，即个有一点人生目标，所以当时的规划就是规划说，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空档，好、要有一个空档。所以你种苦瓜，有你一年会种三期，好，一年会种三期，等于讲。一年多头就等于讲全部都体验的，然后方案的，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样。那后来，中茂想到讲我中雕出来，因为要两年的时间都疫情，本来原本的民生的规划啊，我出去旅游，那碰到你六七月的时候有没有？你有一个空档，还有空档的时间。去喊，你要做嘛个事情，如变来讲，如伫个上讲，佮有嘛个动作物可以讲，中乐医院可以一年，中乐医院每一个月每天你都有事情可以做，何伯医院还外甥，伊都同来建议讲，有阿 Q， 种雕出个盘啊安尼，对，如永恩有滴个交流，他也是年轻人，也潮流对不对？年轻人吸收薪资比我们这个年龄层的要来得快，他们有想法，跟他交流过之后的话，我就先试种，先把这个雕出来恩用管理，给他管理，因为雕出来管理方式很复杂，管理方式很重要。无重要。佮做讲，唔许讲我导入量产的话，我一般来讲，我许做物个农作物，我会先小量的先去试种，试验看啦，先去试验看啦。去清楚各种管理的模式。某个条件之下的话，我用样去做安尼。佮做讲，来去地方，明年都有冇哈？来如果有一球点，因为来人苗生来更加有用的啲苗生。其中一啲苗生呢，来如
都吞去拿来中雕出来。嗯啊、另外一的部分呢，还是保有原味，分分钟来烹饪苦瓜。嗯，以烹饪苦瓜，中的五年头的话，爱含迄对其情有独钟啦。因为爱因为讲，伊过度挑战性。嗯，好，伊过度挑战性啊，米其地方，你的气候，你的天气的气候。就会影响到你的管理的模式的调整，管理模式的调整。啊呀，啊雕出来的发，主人公来头都是公公，是填补这个空窗期以外，嗯，哦，啊，天爷也还提考虑到讲，因为同一块土地你种同样的东西，嗯，你会有一个叫做轮作障碍，嗯，啊，五种。五种其他的不同的农作物落去的话，可以讲大呀轮作障碍的几率的发生。嗯，好、哦，假如迄哎，为下一的产品，我考虑的点，我也量的点，嗯，好、哦、也量的点。朋友户啊，底下种的当中，当时底下同主持人分享到讲。特殊片给得了问题。嗯，当然之前体验做的时间也是用，那还是用惯性农法。嗯，啊，所谓惯性农法，如果还是用一般的发酵皮啦，啊，用药的啦，用药啦，给得啦。啊，只是讲问题采收期的时间有冇哈？嗯，都做唔得，都用农药，你可能唔会用这种。物理性的这种，你讲有机性的这种药，哈、哦，啊来去防治。那多喝杯热奶，一直都感觉都讲，今日唔种的东西，唔够讲。虽然讲，到最后杯，摘出去的东西，染没法染出讲是没有毒的，是没有毒的。反正我一直认为讲。很没玩意的过活一的方式，可以从惯性农法跳到进步多一点叫做自然农法。好、嗯哦、啊，我今天来做我都可以来部分。哦、啊，中华公来想要讲做自然农，想讲跳去自然农法也来领域之外，因为一次我认为讲，一样东西，一样农产品，唔样都摩托，但是有一点。嗯，今日唔提管理呀，诶，农产品的时间，唔杀农药，其实消费者还冇识到，也冇脱跟农产品的时间，已经唔先接触到，识到这种农产品咧，哦，识到这种有毒的东西，哎呀，对来退休后一代，退休后一种回报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取向了哈。如果讲惯性农法呀，这种做法，如果如铁石膏讲自然农法，好，原来动机在加上讲，之前也动机之下的话，有冇哈？都都好，屏东县微生物资材中心，都都好伫东片村，好、东片沙区，多伫个陈列。哎、啊，也都会有一点机会认识到，也底部小江总干事，好、哦，啊，因为他也是返乡的一个青农，好、哦，返乡的青农，啊，两个人也关于发好好，啊，那营业子啊，本身伊也种菌类的专业知识，要不也几度有同来分享一下方面那个。微生物菌也方面咧讲，也紫色，啊，都多底下东边沙区也有攀也种微生物菌也种培训，课程啦，吼、推广喺课程发通啊都。啊，同时也课程咧，主要都喺办喺大武山文教基金会，好、哦。屯新竹食品工业研究所，廖丽颖博士，伊等伫个推广也
光合菌，吼、哦、光合菌，吼、嗯嗯、啊，伊的那想法如讲，也光合菌本来发呢，伊的从廖博士伊的应该讲，伊的去研发出伊的新的菌种的时间，照理讲，迄讲伫商业的领域来讲的话，伊的要等下研发出来的时间，伊的可能会买本生技公司，全力买本生技公司。本生技公司也得去做量产，嗯、然后再 做成产品卖给农民，嗯哼。但是按你那边个重点，你用一数据给他比耶，好、嗯哦。也很爱以前工作的一的反映出来，他们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去做，嗯。但是多很多时间，以的入屯也爱三边，透过大武山文教基金会去基层推广。哦，直接分农民来用，哎、哦，直接分农民来用，嗯，啊，搞农民用的去扩培菌，嗯，哦，去扩培菌，如本农民技术底本，唔用轻便宜的一啲材料钱，嗯，啊，唔可以扩培出大量的一啲光合菌，然后用个伢天天地不去，唔会增加农民朋友嘅成本啊！唔会，就算有也唔会提高啊。唔过其他嘅成果啦、效益来讲，其实本农民朋友获得轻大利润。嘿，如何啊咧？啊，试看看，嗯，好、哦，试看看。啊，当然也在前提之下的话，你得呀，而且尝试的话，你也想要做功课，还要做功课啊。第一，那个风险你要先摒除到说。你没有经济的一个压力，啊，压力啊，从从事农业的给年轻人来讲，你要去尝试都可以，但是你要先考虑到你的经济面的一个考量，嗯嗯，好、哦，啊，可能哎呀，过于是把从办完票性质在那一个的地方，好、嗯，也所以呢，也自家的经验分享啦，哈。哦，观众朋友，今半年啊，阿明哥嘅一人生故事真是够精彩呢！也从其中嘅富瓜形容，头先呢时节啊失败夫妇，不过后背退休之后呢，哎，富甘美哦！今半年啊，再一次哦，请感谢阿明哥唔带来按精彩嘅故事同按奖嘅富瓜呢，多谢哦！多谢主持人，哎，啊也多谢观众朋友，也希望观众朋友有闲嘅时节来瓜瓜乐农场。深爱的凤梨苦瓜鸡，好哦，按你有限的时间，一天我来试一下。不过今天呢，先同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希望我们福气来的节目的朋友，还记得点赞天下架电视台的频道，顺便还记得分享出去哦。